是做的什么？这能画鱼吗？清晨的钟声回荡，山流水白云间，四书五经留意清雪，诗赋圣贤，仁义礼智信的交汇，犹在耳边，温良恭俭让记心间。暖暖的阳光洒在布满青苔的窗沿，人人檀香萦绕画中嫣然的脸，翻开藏经的那卷尘封的愤怒会降低你的智慧，也不要恨自个儿的敌人，仇恨会使你丧失判断力。一个人要想成事，就拿得起放下，打仗也是如此，要胜得起也要败得起。将军如果不经历几次败仗，如何能够知道怎么去打胜仗？失败是个好事儿，失败教会我如何成功，失败能够教会我如何取胜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失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心结败了，头可断，人可亡，帅气不能。Thank you.
要知道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一个人是大多数人的一团印象，但是每一个人是这么少数几个人的一个烙印，在座的各位啊，然后很多人喜欢你是因为不了解你，一了解你就不喜欢你，但很多人，有一些人喜欢你是因为了解你，越了解越喜欢你，了解了你最丑的一面，了解了你最坏的一面，了解了你最虚弱的一面，他还是愿意喜欢你。这种人我把它称之为是知己。抖音，这次我们换个口味，来画一只小海龟，先画个椭圆，然后画它的四肢。画好了，把这个草稿擦掉。I'm looking for a summer vibe. Got me turning on the radio. I gotta kick these blues. Working all day.